推广更多民众参与竹北购物节，竹北市长郑朝芳来到新竹最大的购物商场，透过活动打响知名度，走过路过的民众们也停下脚步被吸引，加上在地乐团表演、听音乐、逛市集，相当惬意。竹北购物节呢，只要在我们的竹北在地消费6000块钱，那发票登入我们的网站呢，就可以直接只送不卖1680块价值的好物，可以让大家带回去，所以欢迎大家呢到竹北来消费，消费满6000登录发票就有机会获得内建9宫格的好物礼盒行旅箱。公所与店家联名推出，带动竹北经济发展，更将最优质的产品呈现给大众。那我们有这个东区的米，还有西区的雾鱼子，还有一些文创商品，然后有饮品，那甚至呢我们还有在地的酿酒，就是用东海米酿成的酒。那所以因为有这个酒的原因，所以我们只有18岁以上才能够参加这个活动。竹北全市还有22家特约店家，从吃喝玩乐到水电行都有额外消费优惠。竹北购物节为期1个月，来竹北消费有惊喜有优惠，号召民众买起来。三立新闻新竹报道。